今天你们开心吗？我也很开心。大连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城市，虽然来的不多，但是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回忆。我们最著名的企鹅就是在这里诞生的。那今天呢，我和现场的众企鹅们又会创造出怎么样的美好的回忆呢？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共同的来见证，好吗？
Shut up.